五倍券明天开始使用啦，民以食为天，五倍券当然要先拿来祭祭五脏庙啊，不够都一家叫五后康嘞。看我召唤数位宝贝出来吧。这唐凤兽太可爱，这点小事交给苹果来处理就好啊。咱们整理十家涵盖吃到饱、牛排、火锅、碳烤、甜品饮料等五倍券优惠，做几摆不合理哉。五狼的哇！苹果新闻网综合报道。